在这一轮速度比拼当中，白队获胜。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，希望大家继续加油。好，拼了，拼了！好，喊口号一起跳来。喊口号一起跳啊！喊口号一起跳啊！奔跑吧，足球！这段视频当中，你觉得跑男团里的谁刚刚做游戏做得最好？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觉得你能通关吗？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起 PK 来一场互动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欢迎大家来到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。这座球场建筑面积8.1万平方米，可以容纳45000人同时观赛。将在这里进行最终的任务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趣味足球赛，每队全员上场，在100名足球100名足球少年的防守下，将球踢进球门。规定时间内，进球数量较多的队伍赢得最终胜利。怎么踢啊？闹呢？这些足球少年在场上只负责防守，规定时间内进球多的队伍获胜。啊！让我们欢迎你们的对手登场。这么小啊，好可爱啊。另外还有啊，哇哇哇哇，汗毛都起来了，我感觉有1000个。感谢李斌，二三李，哈哈哈 ，We are， 不要防守的那么厉害，好不好？告诉你，他们不好，他们肯定拼了。仁赫，你拿球就小朋友，别打，别打。陈赫叔叔棒！根据之前任务的积分，每一组成员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球员卡。每一张球员卡代表一名球员，可以加入到你们相应的队伍。首先有请蓝队来刮开你们的球员卡。赵一雄，2017浙江省足球超级联赛最有价值球员。让您欢迎。赵一雄，绰号小李广，职业是特警，兼职是踢球，荣获2017年度浙江足球超级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。欢迎！我们有专业球员，我们有传的跟有。